应该会开，但是缆车只有一道，所以照样要排队，而且滑右边就回不到刚刚那个集合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太惨了，所以我才没有滑这边。对啊，第三台来了。还是啊，明天我想开高速，高速也是躲在树林里，应该也风大的时候也可能有机会可以开。如果它躲得够树林里面，有它的咬。多20公分都可以压下去，没有血不足的问题了吧？这台走那边去了呢。终于要到了，要有一些新进度。我觉得是，他趁今天，还是他奸诈，他那个缆车的也拿来做这件事。有些人也要具备开这个车的功。不知道，我随便讲讲。好冷哦，我手套全冰的，很难受。好像觉得很暖，也没救了，太冷了。啊，今天忘记看他们，刚忘记看他们脚怎么晃了。同步。我认为是眼角，并不是毫无原因。开始了。是眼角。开始了。这个人在干嘛呢？他在找什么东西啊？他完全是用走的。他在看回头路。他掉了什么？但是我没看他什么。哦，好冷哦。这样子下来。
要用这个，真的很危险，很容易滑倒。找朋友吗？是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是他们也没有在等。他就让他穿进来啊。是啊，你说这两个往后看。在我前面的人每个都回头，没有啊，奇怪。我还是在弄，这次是两个板子，姐姐一小时后进步为两个板子。我就说那个正式课程在平面上就至少要上三个小时，然后
如果连溜冰的经验都没有的，他很难很难很难接受说我站着但是身体会滑动这件事情。嗯，他会很想一直摇来摇去说我要倒了我要倒了。不过雪板很稳啊，我们自己是觉得很稳啊，所以他一开始上课就说你一开始在平面上站着，然后接着一开始是前进噜噜噜噜噜，然后接着过一阵子是放放给老师拉，然后让老师拉着你走，让你体会就是要滑的感觉。嗯，然后接下来才是教爬上坡，这里到一个小斜坡上开始教爬上坡，很累，我觉得脚力都好光了。还是教爬上坡之前就先教摔倒爬起来。对啊，总之就其实教练也很无聊。我有手套，我应该带两层就结了。我也有啊，你要不要？我有啊，我有口袋啊，然后带两层就好了。那就挨很冷。但是你那个很紧，所以可能带不进去。哦，是哦。试试看。你这样有办法带吗？我忘记要带哪一种。先试一只手。是我帮你抓住东西。哦，是。因为我是觉得手也好冷哦，这样戴也中。我觉得手套也是冰的，好烦。当然是冰的。好冷哦。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带在身上的东西，全都是接近零度的东西。我先试，这样有好一点吗？有吗？有很紧绷吗？超紧的。这样很紧，然后反而会害你不够暖。我以前试过，后来就不想戴了。是哦，那我先戴一手，看待会下一次坐车再戴另外一手。你是一只手放一个口袋，还是你刚好运气好抓出来就？没有，我是挑了这一手。哦，禁止跳车。哎、欸，开了三台车的宽度就走了。而且没有刮得很完整，他只刮那一半。嗯，哦，这边下线他可能不想刮。嗯，他没有刮完整，上半部我也觉得缺角。那雪道本来就不够，没有多宽了。嗯，他现在只开三分之二。嗯，然后只要两三个人滑过，就会变成冰球面了。那特别的吗？什么东西？刚掉了一堆雪来。还好，只是现在手很冷，脚很冷。